1964年杂志大展，从今天开始展出8天，38种杂志联合展出他们的出版品。展览负责人表示，杂志大展的目的在唤起国人对杂志的重视，也作为各杂志之间协调合作的开始，并且为读者做更完美的服务。读者除了可以在会场浏览各种各类的杂志以外，也可以顺便购买或者长期订阅。